这就是新中华民国的元素。也有正当的条件，目前在设。立委2020的立委，我已经用了。这是台中的，台中选区，的台北选区，台南市。新北、高雄、桃园。彰化、嘉义、屏东、台东、花莲、宜兰、基隆、金门、连江、也许马祖、澎湖。至于我们党规，我看一下啊。在这里，新中华民国党规。我们就是认同中华民国是国家。而中华民国是尊严、骄傲、光荣的国度。那第三个就是担任公职不能收回馈、回馈买票、贪污等等，将会永远不能进入公职。党员方面就是15岁认同中华民国就可以进加入，申请加入。目前还在找那个党的住址，党住址找好之后就可以开始，公告出来给大家加入，一起守护中华民国。会不会参加2020的总统？我们在还在考虑中。应该是会参加，不过要有1500万的保证金，有点太高了。录影就先到这样子，有兴趣的可以先来看一下。